呢個就係金桔，咦，我見到有金桔仔喎。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就不只是喝我一杯飲品，講俾佢哋聽呢杯飲品背後的故事。而家係朝早八點半，我哋陣間就要去荔枝窩啊，咁要坐一個半鐘嘅船咧先至去到嘅。我就一定會暈船浪啊！我覺得星期六日才有船入去的，但是現在增設了水上巴士，所以平日都入到去的了。但是水上巴士是不是真的船啊？本身我以為一個半鐘的船程會很漫長，但原來沿途是有一個導賞員同我哋介紹一下風景咁樣嘅，即係眨眼就到咗啦，不如我哋即刻去啦 ，Let's go！ 荔枝窩是歷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客家圍村之一，有三百幾年歷史，全盛時期村屋共有二百幾間，居民近千噶。Hello， 群英姐你好。Hello， 歡迎啊！是的，我知道你是这里的原居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里的历史给我听？荔枝窝就荒废了成三十年的，没人住的，就由2013年开始耕种的，有咖啡种啊，看到那些地方有什么就种到什么，我入面很多朋友的，我带你进去啊。好啊。这条村的地貌是非常特别的，外面有一个大的风水墙包围着，有聚财和挡煞的作用的。那里面有三条直巷和九条横巷去分隔开不同的村屋，那些村屋就依山势排列，有前低后高这样组成的。在这里种了这个桔仔是多少年啊？我农场就在这里五年的，桔仔都种了应该有四年。咁搞完之后呢就可以先试一啖原味先。等我喝一下先。好好喝。好，你喝一啖好了，不要喝着。哦好嘢，有成杯。通常我哋頭先飲咗第一個層次的味道啦，咁就有第二個。我會再加鹽噶，趁佢啲氣走緊上嚟。我覺得佢再甜咗。佢有一個更加濃烈鹹同甜嗰味道，再有一個衝擊。啊，好靚好。其實咧就唔係嘅，你可以咧即刻試一下佢，跟住你發覺咧呢個係鮮金桔嘅味道咧，同嗰個鹹金桔咧又撞出一個好唔同嘅感覺。哇，好热啊！超新鲜，完全是一食的时候嗰啲汁咧逼出嚟咯。其实饮呢杯嘢咧就系好好玩嘅，你中间咧唔净止饮，你仲可以一路试佢唔同嘅味道，有唔同嘅层次。香港好少有人种金桔呢一种酒，其他类型嘅嘢，譬如我哋有一年收嘅姜黄啦。我知道你今日有一个特别嘅菜式可以俾我试下，系咪？系啊，今日情人节煮咗个姜黄汤圆。我想快啲食啊！個個都話好似芥蓉蛋，真係好似喎。橙黃色嗰啲細細片嗰啲咧，就係黃姜；淺色呢個咧，肉姜。情人節快樂！情人節快樂！點解會當初會喺呢度諗起即係種姜呢樣嘢嘅咧？其實是由我拍檔即係將姜黃引入荔枝窩嘅，覺得佢係一個非常之高食用價值的作物嚟嘅。自己種嘅嘢我哋安心食啦，冇農藥。因為呢度其實食嘅都係大自然，呢度有山水啦，好充足嘅陽光啦，咁亦都好適合我哋有空間啦。我哋的確入嚟嘅目的係種咖啡，咁而家都一路種緊有我哋自己嘅咖啡園嘅。咁但係種咖啡係一個非常之漫長嘅道路嚟嘅，即係一棵咖啡樹咧由豆種植到佢能夠成熟可以結豆，最少都要五年嘅時間。其實茶室你話，係咪因為我哋種咖啡豆種得好叻，所以我哋就要開呢一間茶室嚟賣咖啡呢？其實唔係嘅，
依一個只是一個平台俾我分享我哋喺呢一度荔枝窩種植嘅一啲經驗啦。其實好多時啲客上到嚟咧，佢哋喺飲嘢嘅時候咧，佢哋就唔係淨係飲我一杯飲品，其實佢哋係好中意你講俾佢哋聽呢杯飲品背後嘅故事。其實好多客人上到嚟之後都會變咗朋友。嗯，係啊，傾偈多呢度，會了解荔枝窩呢個地方多咗咯。咁希望你嚟緊呢度就種多啲咖啡豆俾我哋，可以多啲人試啦。哇！台面已經有好多好餸啦，咁我唔客氣，我要食先啊！聽講你係啱啱回流翻嚟荔枝窩嘅，係咪啊？係啊，我舊年翻嚟嘅，喺度住。平時咧就行下山啊，周圍玩下，玩到冇得玩啦，唔係諗住就整啲嘢食。就開間士多咁樣。係啊。哇！但係你間士多都好豐富啊，即係有唔同嘅菜式。係啊，呢啲係客家菜嚟嘅，我哋細細個食到大㗎啦，呢啲細個好開心嘅。條村咧就住滿曬人㗎啦，嗰陣好多細路哥嘅。我啱啱經過咧，嗰度有間小學，你之前係咪都喺嗰度讀㗎？係啊。哇，已經係歷史悠久嘅事咯喎。係啊。嗰陣時點解會突然之間會移民嘅？因為咧呢條村咧謀生咧就比較難啲，所以咧好多人都係移民咗去外國嘅，即係個條村好多人都係喺英國嗰邊。哦，英國。係。咁喺嗰度住咗幾多年啊？都三十幾年，四十年到啦。咁即係都好早就移民噶咯喎。十零歲咯。哦。哇，的哥，你啲嘢真係好食啊！你喺英國嗰陣時都係做都係煮嘢食嘅。係啊，都係做廚師嘅。啱啱我見到嗰度係有個柴火喎。係啊，嗰個柴火係用嚟燜豬肉啊、蒸扣肉啊嗰啲嘅。呢一個芋頭扣肉啱啱係用柴火嚟整㗎。係啊。咁咪好複雜咯，即係你又要劈柴啦，又要再起個爐啦，之後再準備食材，再煲起佢。係啊，哇，犀利犀利！即係我都都市咁耐，都好耐冇食過柴火煮嘅。我都幾廿年冇食過，翻嚟先整嘅咋。嗰度冇柴俾你劈，係翻到嚟可以慢慢劈。係啊，咁就好多謝阿的哥就請我食一餐咁有地道風味嘅菜式啊！希望都可以多啲入嚟試下啲手勢啦。好啊，多謝你。今天嚟到的感想咧，就是一坐船入嚟咧，我係覺得路程係非常之遙遠嘅，因為我好似喺香港都未試過搭個半鐘船去一個即係香港去香港嘅一個地方啦。咁可能平時去一啲西貢啊嗰啲，最多真係半個鐘至到九個字嘅船。一入到嚟咧，我發現原來呢條村係唔係好大嘅啫，但係佢入邊係。好得意，佢個 bonding 係好強嘅。我喺度感受到佢哋好多嘅好 nice 嘅地方啦，同埋佢會同我 share 啊呢度有啲乜嘢係種出嚟姜黃啊，可以補身啊，即係好啱我呢啲虛弱嘅女子啊。咁同埋啱啱啊，的哥煮嘢食真係好好食，即係估唔到可以喺呢度荔枝窩試到喺英國回流翻嚟嘅大廚。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入嚟呢個地方，感受下呢度嘅氣息。爭咗一樣嘢啫，就係未行山。因為他哋係咁話啊，好多人行山，好多人行山。咁我諗我一日真係要喺上面兜個圈，然後再落翻嚟有一杯鹹金桔，正。